快乐。小小故事大道理，收获真真多。世界名著安徒生，现代新童话。鲑鱼姐姐，蜡笔熊，要说故事咯。快乐故事屋，听听说说真幸福。大家好，我是鲑鱼姐姐，在我身边的是我的好朋友 Happy。 大家好，我就是超级无敌帅气的 Happy。 走走走走走，我们小时候拉大手，走走走走走，一同去郊游。哇， Happy， 你今天看起来很开心哦，还哼起了歌耶，是不是在期待下个月的班级旅游啊？冰哥，薇姐姐，你怎么知道我们下个月要去班级旅游呢？现在老师今天才公布的，你消息也太灵通了吧？那当然，因为这一次我也要去哦。耶、yeah, ，薇姐姐也要去呢，我怎么都没听说呢？哈哈，我这一次不但要去，还要担任你们的故事导游呢。因为这一次啊，山羊老师计划要把景点串联故事，然后啊，要结合这一次的行程规划，所以我就是你们这一次的随团故事导游哦。鲑鱼姐姐，你要当我们的导游呢？呵呵呵呵，是很认真带小朋友玩的那种导游呢，还是趁机来跟我们出团的问导游呢？哦 ，Happy， 你现在讲话跟 Happy 爸爸越来越像啊，还会说冷笑话。我才不是像你说的什么问导游的那个随随便便的嘞，我可是很认真的哦。你看，我有准备的呢。喏，这么厚一点，你看看，哇，好大一叠哦！绘本里面有“欢迎光临湿地鸟餐厅”，“欢迎光临吃饱饱餐厅”，“我的美术馆”，“安安的奇幻动物园”，“宝藏在哪里”，“鲑鱼姐姐”，这些都是我们要去的地方吗？其实呢，我对餐厅最有兴趣哦，尤其是吃饱饱餐厅，我最喜欢哦。呵呵呵，我就知道你对吃的最有兴趣啦。不过其实这一次景点也还没决定好要去哪里啊，我只是先多找一些资料来去想想到底要怎么样把这些景点跟有趣的故事做结合。而且啊，山羊老师其实这一次还给我一个超级大难题呢。什么样的超级大难题？要不要我 Happy 来帮忙呢？超级大难题啊，就是最后景点的决定要交给你们这一群小朋友票选来决定，决定好了之后再由我来做故事景点的串联咯。这个超棒的呢，交给小朋友投票，我们就可以自己选出最想要去的地方，怎么会是大难题呢？这一点都不难啊。哪里不难啊？那我问你哦，你最想要去的地方是哪里呢？呵呵，那还用说，当然是游乐园啊，要有好玩的碰碰车、海盗船、飞天滑水那种惊险好玩的游乐设施的游乐园哦，还有要可以开赛车、跑车、消防车那种儿童超跑赛车场的游乐园哦，最好还有汉堡、炸鸡、薯条、爆米花，可以一边玩一边吃饱饱的那种游乐园哦。哦，对呀，那如果所有小朋友都跟 Happy 你一样，想要去游乐园，投票给游乐园，然后也真的去了游乐园，那到了游乐园之后，所有小朋友都各自去玩这些大家喜欢的惊险好玩的游戏，一哄而散之后，那我这个故事导游还要怎么带行程，怎么说故事啊？哦，所以鲑鱼姐姐，你就跟我说的一样啊，趁我们班级旅游出去玩的时候，趁机凑团来问导游一下就好了，不用那么认真嘛。哎呦，不行，问导游啦，这是山羊老师特别交付给我的任务，我可是要很认真规划才行嘛。而且 Happy，平常爸爸妈妈都不是很常带你去游乐园了吗？这难得的班级团体旅行，难道你就不想要去郊外踏青旅行一下，或者是去有知识性的行程，去好好的参观导览，去熏陶一下你的知识吗？鲑鱼姐姐，你是说参加这个馆或那个馆的那种行程吗？哎呦，那个每次旅游团都有啊，而且超无聊的呢，只是走走逛逛啊。哎呀，不会啦，我这一次会特别设计啊，我一定会把这些知识性的行程结合有趣好玩的故事，
就好像这一本《湿地鸟餐厅》一样，我们可以进到鸟餐厅里头去看看哦。那我也可以一并在那里用餐吗？嗯，这里是候鸟保护区，不能用餐啦。可是你可以看到鸟儿们都是怎么样用餐的。等到看完了之后，我们再去好好的用餐嘛。好吧，为了支持伟瑜姐姐呢，到时候景点投票的时候，我会投鸟餐厅一票哦。哎呦，反正其实不管去哪里呢，只要想到可以跟我的好妈吉一起出去玩，我就觉得好开心哦。而且这次还有伟瑜姐姐一起来，我更开心啊！伟瑜姐姐，走走走走走，我们小手拉大手。可是 Happy 每一次的班级旅行啊，你都不缺席，这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但是对我们今天故事当中的小琪来说啊，就蛮困难的哦。这一次的班级旅行啊，他遇到了一个大难题耶。小琪有什么大难题呢？我可以帮忙吗？那我们就来听听看故事好咯。让我们一起来欢迎今天为我们说故事的小花姐姐，欢迎欢迎。大家好，我是小花姐姐。去年的秋季旅行，他没有办法参加哦，因为老师说，小琪啊，除非妈妈肯陪你来，但是妈妈不能来，因为妈妈要照顾刚出生的宝宝。今年的春季旅行，他也没有去，因为老师说啊，那里啊需要爬上爬下，所以啊除非能请爸爸来帮忙。小花姐姐好。哎，伟瑜姐姐 Happy 熊好。小花姐姐，我们今天呢要去听的故事也跟旅行有关，可是小琪好像有一个烦恼耶。什么烦恼呢？没错，那我们就来看看小琪到底有没有办法顺利去旅行哦。这本书每一个都要到，小朋友们手牵手，感觉好像就是要去哪里玩。没错，非常开心的样子。那小琪在哪里呢？你们猜猜看，小琪啊，他坐在一个他的专属跑车上面哦。这不是前面那一位呢？没错没错，这个就是小琪哦。通常啊，要去旅行的话，可能会有很多的行李要拿，就要看到楼梯的话就会很麻烦。对，或者是呢，如果要上车子的话，也会可能有很多的不方便哦。对，所以啊，小琪他的烦恼就是如果我坐着这台跑车，那我有办法能够顺利去旅行吗？原来小琪在担心这个。没错没错，所以啊，我们就赶快来看看他究竟能不能够顺利出发。好，每一个都要到。哇，坐热气球哎，看起来好开心的样子哦。这个是小琪，小琪啊很爱他的学校哦，很爱很爱，因为那里有最棒的建筑，还有最高的树，当然啦，有最亲切的老师，还有同学。哦，对了，还有最可爱的校狗豆豆，还有校鸭卡卡。哇，他每天都会在教室的窗户看着大家很开心的样子哦。可是就是有一件事情让他受不了哦，就是啊，去年的秋季旅行他没有办法参加哦，因为老师说，小琪啊，除非妈妈肯陪你来，但是妈妈不能来，因为妈妈要照顾刚出生的宝宝。还有今年的春季旅行，她也没有去，因为老师说啊，那里啊需要爬上爬下，所以啊，除非能请爸爸来帮忙。可是
爸爸工作很忙很忙，没有办法来帮忙。哦，所以啊，已经一连两次小琪都没有办法参加旅行了。嗯，聊起旅行啊，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啊。对，全班都很开心。就只有小琪，他觉得自己就像外星人一样。我每个地方都没有去过，所以我都不知道他们在讨论什么。因为啊，他很想很想去，可是他得坐着轮椅。坐着轮椅呢，虽然也很酷啊，男生啊都说好像坐在自己的跑车上面呢。嗯，可是有些时候，有些地方他就是去不了。真的耶，比如说像楼梯很多的地方，对，可能就比较不方便。没错，而且啊，车子如果很高的话，也没有办法把轮椅给抬上去，就会需要很多人的帮忙。对啊，这一次的秋天开学以后，他升上了一个年级哦，换了新的喵喵老师。喵喵老师啊，很爱很爱他的宝贝学生。你们看，喵喵老师看起来就很有很有爱吧。而且喵喵老师好像是那个大山一样哎，没错，守护着大家每一个宝贝学生。嗯，而这个班级里面，他们有的长得很高，有的长得很壮，有的跑得很快，有的跳得很高，有的会溜直排轮，也有人坐轮椅或者戴眼镜，啊，也有人戴助听器，每个人都不太一样哦。但是对喵喵老师而言，每个小朋友都是最重要的。所以啊，今年的秋季旅行就快要到了，他希望20个宝贝，全班每一个都要去哦，所以代表小琪不能再缺席今年的秋季旅行。没错没错，可是，既然宣布了20个都要去啊，那就有很多事情要来讨论跟想办法哎。啊，校长啊，抓抓头说，可是我们以前从来没有试过让小琪去参加耶。哦，那我们要注意什么事情啊？主任也担心的问道。连隔壁班的老师都说啊，哎呀，喵喵老师啊，这啊是有难度的事情啊，你确定你要这样做吗？嗯，别忘了你有小琪。嗯啊，可是对于喵喵老师而言，每一个都怎么样啊？可以缺少吗？不行，每一个都要到。没错没错。嗯，喵喵老师啊，看看了意见调查表，哎，他发现小琪写了不参加。哦，小琪自己说不参加哦。对，可是你们记不记得，其实小琪呀，他前面没有去参加到，他都觉得好可惜哦。对啊。嗯，喵喵老师啊，看看小琪，当大家都笑得很开心，讨论旅行的时候，他的眼神总是飘向远方，好像在想着什么事情，有一点点难过，又有一点失望。老师就问啦，小琪，你想跟我们一起去吗？想不想参加呢？老师，不用了，我这次不参加。哦，为什么呢？没错，怎么可以不参加呢？所以喵喵老师说啊，不，你一定要参加，我们班20个小朋友，每一个都要去。为了让每一个人都要去，他请大家一起帮忙。哪里玩可以玩得又尽兴又开心，而且啊，小琪行动上面也可以很方便哦。有人说啊，要有坡道，为什么要有坡道呢？这样子小琪的跑车就可以毫无阻碍喽。没错，叮咚叮咚。还有人说啊，要有大家都一起可以玩的设施才好。所以啊，喵喵老师打了很多的电话，上网找了很多很多的资料。嗯。有一间叮叮叮叮哦，是一个农场的主人接了电话，他说啊，来来来，欢
欢迎你们，我们这里啊有无障碍设施，每个人都可以玩哦。好棒哦！太好了，就去这个农场。哎，可是，交通上面该怎么办啊？可能也需要有无障碍设施的车子、巴士哦。所以呀，喵喵老师又开始打电话，打了很多的游览车公司，可是啊，每一间都说，哎呀，真是抱歉呐，我们的都是楼梯，可能没有办法耶。直到喵喵老师打了很多很多的电话，都没有放弃。有一个爷爷说，有，我们呐有无障碍车型，你们来吧，欢迎你们，好棒哦，太好了。小琪这一次可以参加了，好了，耶！终于来到了秋季旅行那天，有无障碍设施的车子来了。当老师把小琪送进车里，从没和小琪一起旅行的大家都超开心的啦，他们呐都欢呼还鼓掌呢。而且他们一起在车子里面唱歌、聊天、看风景，你们看，大家看起来都笑眯眯的，很开心哎。车子到了农场，这里的设施小琪每一项都可以参加，可以一起玩。他跟同学喂羊吃草，还有帮牛妈妈喂小宝宝喝奶奶，到了农场抱了小兔子，还有，你们看，他们呢一起上了高台，而这个高台很棒哦，因为啊有电梯。哇，所以啊，小琪也可以上去耶，你看，咻，噔噔，小琪啊已经在高台上跟大家说 ，Hello， 我在这里。哇，最后啊，他们还为了这个旅行留下一个20个人的大合照哦。合照呢？下一次大家可以在一起做什么事情呢？每一次啊都要20个人，不可以缺席哟。对啊，要来好好规划一下咯。没错，好期待他们下次的旅行哦。下次就是春季旅行了。没错，哇，这本书就是每一个小朋友都不能少，每一个都要到。哦耶，维姐姐，小琪终于可以跟同学一起参加秋季旅行，真太棒了。不过呢，不知道小琪喜不喜欢堆沙堡呢？上礼拜妈妈带我去巴黎十三行的文化公园呢，那里的考古主题呀、寻宝沙坑，还有一个共融游戏桌呢，是特别为了轮椅高度的使用者所设计的哦。有机会我也想邀请小琪一起去呢。哇 ，Happy， 你很棒哎，你马上就帮小琪想到了一个玩乐空间。没错，要推荐给喵喵老师才对。古亭国小的绿野仙踪共融游戏场，它里面呢有一个滚轮的溜滑梯设计，就可以让身心障碍者可以坐着轮椅去做溜滑梯哦。哇，好酷哦！对，还有呢，圆山的花博是一个全国首创的一个共融游戏场，它的蝶舞共融游戏场里面呢有沙坑。还有一个障碍者可以使用的秋千。小朋友现在在出门的时候，应该都会越来越多看到这个标志。我们刚刚在绘本当中也有看到，对，就是它会有一个轮椅的标志。我们来看一下哦，在哪里呢？好，这个标志啊，其实小朋友要去认识它，然后你认识它了以后，你看到这个标志，你就会知道说，哦，这个是叫做无障碍设施，对不对？对，所以呢，现在呢有很多的规划，为了让身心障碍者有更自由跟自主的权利，以后呢，室内有电梯，对，或者是公共厕所要有扶手，对，然后呢，还有其他的很多的空间，像是马路啊，跟骑楼的斜坡的连通道，有坡道，对，有坡道才会比较方便哦，对，所以这都是为了让他们可以很开心、平平
安安快乐的出门，然后呢去可以到各个任何他们想去的地方。那其实呢，身心障碍者使用的这些设施现在呢其实也是一个通用性。有没有发现有一些推娃娃车的家长哦，其实也需要拨到，对，或者是说呢老爷爷老奶奶呢拄着拐杖也需要比较大的空间。没错没错，所以呢这是让我们大家每个人都可以更便利的去使用每一个地方。哇，那我们现在啊其实在这一本绘本当中也看到了这个小朋友，尤其是像小琪这样的小朋友，难免都会想要去玩乐的场所啊，或者是像上次刚刚Happy 有提到的，妈妈有带他去一个巴黎十三行的文化公园，就是现在有越来越多的这些游戏场也是采用这种共融设计，它不再是单一族群的这些游乐场，它其实是让更多的族群大家可以一起在这个空间玩乐。没错，因为啊游戏场对于小朋友而言呢是一个儿童发展非常重要的环境，它可以在里面呢跟人际关系有不同的互动，或者是一些感官能力的刺激等等，所以呢我们现在就越来越重视这一块的一个设计。他希望呢这个共融游戏场的设计是包含所有符合每一个儿童的需求还有需要去做的。那所以呢啊，我也想到有几个地方可以推荐给大家。有哪里呢？没错，就是呢古亭国小的绿眼仙踪共融游戏场，它里面呢有一个滚轮的溜滑梯设计，就可以让身心障碍者可以坐着轮椅去做溜滑梯哦。哇，好酷哦！对，还有呢，圆山的花博是一个全国首创的一个共融游戏场，它的蝶舞共融游戏场里面呢有沙坑，还有一个障碍者可以使用的秋千，就是我可以坐着轮椅，然后同时荡秋千。没错，没错。哇，太酷了！对，这样子啊就会很方便，也让照顾者呢可以更便利的带着这些有需求的孩子们去玩哦。哇，还有一个景化公园的飞碟频道，它做的很像一个外星人的空间，非常的有趣，甚至啊它的那个人工草皮还加厚了5公分哦。哇，非常的安全。所以我在想啊，其实我们现在的环境越来越友善了，让大家不管是小朋友或者是大朋友都有更好的生活品质。那我觉得硬体设施有体贴到这些身心障碍者，那小朋友可以做的就是我们的软体咯，我们的接纳度，我们的包容度。没错，就好像故事当中的喵喵老师还有小琪的同学一样哦。对，我们要更广怀我们的一个包容度，然后去看待每一个小朋友他的不一样，然后去接纳大家的一个共融心，就可以让这一些身心障碍者也可以跟我们一样享受更多的一个平权的一个概念。没错，所以我觉得喵喵老师也非常的棒，他带着他的小朋友们一起去想办法解决，我们要怎么样20个人都可以一起去，也让孩子们去学会要关怀他人还有帮助需要的人。今天谢谢小花姐姐，谢谢伟宇姐姐，Happy 熊，谢谢。